谁可以抵挡我的剑刃，哪怕是神我也要斩杀。这边，那是这边，浩瀚星辰也不过是我的舞台罢了。颤抖吧，你们的战神回来了。没有谁可以抵挡我的剑。这边，那是这边，浩瀚星辰也不过是我的舞台罢了。颤抖吧，你们的战神回来了。醒了，刚刚你从天上掉下来，是精灵龙接住了。感谢武神，你既然是从天穹岛下来，那应该是神明派来帮助我们对抗黑暗教廷的神使大人吧。不愧是神使，果然身手不凡，看来前面挡路的森林巫师也拦不住你了。前方好像是一股恐怖的气息，黑金色的火焰，那是神力和邪念纠结产生的东西，是混乱之源，你快去给神念发信。新功能已经开启了，萌宠伴行，征战无忧。神使大人，尼格斯骑士长派我们来接应你了。黑暗教廷封锁整个幻灵岛，谁也不能动。光明神殿，哼，更加不行。黑暗教廷的党羽居然如此嚣张，兄弟们，净化他们！没想到神使的实力也这么强。哦，好像你的朋友在前面呢。没想到你还挺强的嘛，幻灵村长正在找你呢，说是要好好感谢你。我先到前面等你吧，这些小魔怪就交给你了。Huh!
身手不错，竟然能打败这种大家伙。好了，快去找村长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谢谢你和你的同伴救了幻灵村落，欢迎你们以后回来玩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这是我祖传的东西，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拿走。哎呀，我的精灵龙不知怎么突然暴走起来，不太受我控制了。龙族太可怕了，其实只是金鳞龙。如此强大，新功能已经开启啦！神意现世，万夫莫挡。有趣，真是有趣的精灵。这个地方简直见鬼！荒山野岭居然也有打劫的。朋友，带我出去，我会好好感谢你的。这群矮子又来这里打劫。站住！打劫！你听到独角灵兽在内心呼唤你，太不可思议了，那你得认真聆听他的心声，这样骑上独角灵兽试一下吧，回到王城绝对拉风。坐骑起势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独角灵兽，不，你不能带走他。
神使大人，您回来了。正好尼克斯主教让您过去一趟，我为您开路吧。教皇大人已经强力红装稀有时装，你值得拥有。天穹岛是被两位恐怖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。神使大人，主教大人派我来请您去一趟城郊。你来了，这是维纳斯赏供的一件宝物，用来 VIP 能给你永久提供30%的经验加成，还有很多的特权哦。矮人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朋友，与我们并肩作战吧，解救我们的矮人盟友。感谢你，我的朋友，以我的实力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你去帮助我的族人们一起战斗吧。创建工会，在广新功能已经开启了，驱除所有黑暗，加入工会，与伙伴肩并肩战斗。我这个老头子也感觉热血沸腾。